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方程式的两根是 a 跟 b 的，那么他问说 a 的绝对值加 b 的绝对值等于多少？我们把这两根把它给求出来，哦，带公式，二 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减 c 一加四，所以是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负一加减根号。所以其中有一个根是二分之一加根号，负一加根号。好，啊，另外一个根的话哈，是那个另外一个根哦，是二分之负一减掉根号。好，那这个给它取绝对值的话，因为这个大于零嘛，哦，这个点多啊，这减一的话大于零。所以这去绝对值的话不用加五号，哦，就 a 啊，但是这个哦，它是小于的，去绝对值的话要去绝对值要加五号，所以这个是等于啊，这个是等于那个哎减掉 b 啊，减掉 b 啊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就这个减这个嘛，一减一减的话负一就消掉。那这个二分之根号五就两倍，所以是根号五，根号五，所以答案是根号五。